这个不错啊，这个也行。果汁来一点儿，泡面来一个。哎，洗发水得弄一点啊。 等一下，我看起来像是需要用防脱发洗发水的样子吗？嗯，那也用不着，我头发多，不怕掉。那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啊，反正多买几个试一试嘛。那就最普通的这个就好了。 沐浴露怎么买吧？嗯，这个家里有，我带过去不就好了？行，还挺勤俭持家的。是你太铺张浪费了，我来带路，你给我吧，我来。哎，我来吧。带路啊！向文具区出发。 文具区到达，要买什么？看看，这个好可爱，幼稚。哦，喂，花里胡哨的，又贵又难用，你什么时候见我用过了？这个厉害啊！ 小孩吗？我弟弟都不用这种了。你弟懂什么啊？来来来来，一人搞一只。行行行，弥补你缺失的童年。